我绝对不用输给那个罗一飞。我今天就要让恒生知道，我是货真价实的查某人。替你量量。哎，别，你不要再来，我怕我会受伤啊。唔知叫你话，阿罗阿姐，阿伟等来啊。我们来怎样？我们是恁兜在过厝的。哦。何生姐。目睭变有缺位啊！我代志要甲你讲。哎呦，等下啦，我并不用生姐啊。要讲啥你讲啊，我来听啦。哦，真正有够热的，有够热的啊，有够热的。哦，你热，你唔开冷气，创安尼苦度你家己，免替我省钱啦你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开，开较强的吼，19度啊，有够啊吼。我就知影，你对我上好诶。啊对啦，黄金岁要开始啊，我要来看啊。诶，遥控器遮。哎，罗姐，你回来啊！哎，最近暗时啊，哦，有较冷哦。你出门哦，要加一件外套，吼，较免去感冒。多谢你啦，啊，不过你可能爱心关心你边啊几位才对啦。兄弟啊，不是啦，哎，你有白头毛啊嘞？啊，你人最近伤过操劳啊吼，你来看。阿生姐，你刚看到我白头怎？鬼话，我目睭上来啊我。哪里白头啊？你根本就是痴迷。什么痴迷啦？好好好好好，我去找看嘛，遐看有白头毛。哎呦，被你气疯了。好，我先走啊。你两个继续睡吼，我先入去房间休困。哎，无啦，罗姐，罗姐。先来吃一个奇异果啦，我这奇异果就营养哦，会当延缓老化，吼。好啦，妈你搞看，我等下切一个奇异果你吃，无你开食食的吼，你白头毛会较少啦，吼。老姐，来啦，坐一下。来来来来。我跟你讲吼，这葡萄干结束啊，这拜访兄弟的水果，爱赶紧甲吃完，安尼才会当哦。保庇平安哦！啊，这奇异果啊，搁做吉利果，像迄大楼迄公司啊，足侪咧中原普渡拜拜的时阵，拢摕这来拜啦。啊，祈求平安健康，来，运势顺利。多谢。讲到水果，我比你搁较清楚。哎呦，卖小看奇异果。营养非常丰富，带给全家人健康，这
台下又讨喜，很受到欢迎哦。不唔对，不唔对，哎，足侪民俗专家拢讲吼，像这个黄金奇异果啊，会当求财求好运，啊，像这个绿色奇异果会当升迁开运，这唔那是人甲神明哦，连好兄弟拢就爱食的。哇哦！啊，好食哦，甜的啦。嗯，吃起来松松甜甜，佮非常 juicy， 好食佮兼顾健康。继续看。我的屁呀！你那，你吃这奇异果，那话都吃到安尼啦。哦，我搞我的口拢哦，吃。来来来来啊！要紧哦，我来替你服务。这安尼唔就对了。有。再是了。来哈、哦。嗯。来来来来来。小姐。啊。这要爱安尼吃，手脚袂不垃圾哦。啊。多谢。你的嘴不要开起嘛。吃的哦。大概拢安尼啦。啊，拍卡枪，啊，嘴拢唔慢。我就跟你讲，你平常迄时拢足大个啦。啊，近摆我甲阿芳甲伊做食饭哦，你手袂赢伊啦。啊，有一摆，食一大堆物件，啊，搁啉烧酒醉，就像拄仔安尼拍卡枪哦。啊，唱者吼，甲所有物件都吐于我遮来啦。我讲迄个味哦，迄真是哦，要紧。何振杰，创啊啦，罗小姐不是外人，你是咧？你即摆是惊你会破坏形象哟？律师，我想哦，露比应该是请了伤久，所以才会拍卡枪啦。哦，我头头都看的，我就想要问啊。不是啊，露比啊，你创穿一个迄个阿伯吊竿啊。虽然讲我拢讲你是查甫，你也无需要甲家己去穿甲像查甫同款啊。我知啦，老姐，你讲有影。像安尼虽然有较凉哦，啊，不过你要说你哦，说你你的感冒。何胜杰，我讲，我那下辈哦，你得阿桑，我讲你就是一种无礼貌又个粗鲁的啥，我就不要讲，我就我提醒。阿桑，不是你家己哦，奇怪。是谁啊？我较关心的，我惊伊感冒，安尼嘛想要收起。唉，我那是伊哦，拄到一只这么大只的呆头鹅，我嘛会掠狂。我嘛离开房间啊！什么代志？